カス。
牌子好讨厌，我老是还要那个牌。云海新市站。
看什么？你刚刚是不是在拍？他就帮我，帮我扑起，因为我起不来，因为我一只脚下去很深，一只脚上，一只脚下，对，然后下上不来，就是，啊？怎么上？他把我抓上来啊，用一手拉起来，他拉，因为我拉上来，用原本站在上面的撑上，不然这只脚先在下面先。好，最后我没拍耶。好，你要不要拍一张人呢？对啊，很漂亮欸。是啊，我刚刚一滑就知道了，下巴冷，巴冷，下巴，我下巴没有。好了，我哎，我椅子不够高欸。你刚刚怎么会2.5？不小心没有录到的。哦，下巴的，下巴的，侧滑一点，下低一点，还要吗？好像可以，找一张，找一张，嗨，很拍，好，你要不要？等一下，我试试看广角，广角，等那个人走才可以。腿有长吗？等一下，有的，好，可以。你要不要？时间快。那个阿伯救我的。哦，学滑雪的单板阿伯。广角的话、啊，我以为我脚抬很高，结果我脚抬那么低啊。还好啦、哦、你看光脚看起来比较高，还是没光脚看起来比较高？反正、OK、没有欸，没光脚 OK 很矮欸。你今天怎么光脚拍的嘛、啊、好，你下去一点，我帮你拍。是啊，而且你又把你自己手拍进去了。没办法，一只手再来吗？光脚还要吗？不要了。不要吗？现在 OK 呢。拍到我的手，我刚是直拍还是横拍？横拍。我看直的一张，横的一张。好，因为你一定是有拿手扶嘛，扶了就那个了，拍到自己的手，应该是吧。好，你下去一点，快点。一边拍照一边练。我现在的侧滑控制力也很好。前面一点。前面一点。你太远了。太远。好，一二三，如果你要广角的话，广角当然太远。好，一二、欸，有人哦，介意有人吗？没关系的啦，他们很小，没关系。好，看我，等会，四个走了就好了。没了，没差没。好，一二三，每次我都觉得你眼睛没有看我。对，一二。三，看我，一二三，对，好，广角的，一二三，还是你广角想要横的，一二三，好，这个也横的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满意吗？不用了，下一个站。趁机逛山啊，没人。走。因为我们滑到别的滑雪场，就是。Thank you.
得闪你啊，就觉得你要撞、哦、下来了，但你就觉得你要撞过来了，所以我就只能先摔倒。好痛哦，撞到手。走开一点，怎么会挡住呢？啊，你这有树啊、哦、好痛哦，我撞到手摔在那个上头。觉得，我知道这个点，我先拍一拍。但是这样，那个雪场会被挡住吗？我想连他拍、欸。没关系，我拍一下下我就走。嗯，我觉得高一点好一点。好痛、哦！我手现在在痛。我觉得是啊，很明显、啊，说不定就是龙王。嗯，回去看地图就知道。你不会现在打开啊？嗯？你不会现在打开看一下？你不要动，你站着不要动啊、哦！在下面一点，继续拍云海。龙王，我就说是龙王。遥遥相望，所以我们比龙王还高啊，还是差不多高。远远的有一个龙王雪场。哦，好了。我来拍，都没有拍近的拍过。你要近？就两倍啊。你要特写它吗？看不看得到？我总觉得那个雾是不是渐渐在散？晕哦。是哦，有名吗？啊，有名吗？不知道，原来这么像，就很像海啊，很像海、欸。我刚一开始看，我以为是海、欸，然后怎么可能有海？好，你先这样走吧。前面就可以走右边那条路了。哦，你先走，我是不认路的。那我冲一冲又要走错路了。
两边为什么都有一只缆？啊，因为这下去都得坐这一条缆车，都得坐这条缆车。所以这边滑下去，最后还是会回到吸管那附近。哦，多久？这边这条横线看起来就会下去。这绿的、啊，一个很深的，让大家滑过来。一个人一个好了。好。
接到山顶了。哦，很久哈、哦，感觉好久的感觉。嗯，这好慢。你刚怎么了？上车的时候？没有怎么啊？你就没哪有？跟老阿婆他聊什么？没有，我就说，嗯，忘了吗？没有，我都会跟他打招呼啊。然后他好像是说，因为我一直在喘。然后就，然后应该他应该是说你很累啊。啊，直走沿着跟着那个缆车下，然后会去对面。会去对面？要去对面啊，去 family 啊。有个小缆车，应该是通去小缆车那边。右边哦，很小的那个、哦、很小的那个动超慢爬坡的那个，那个要上去桥那边才过得去。 好、啊、就是去那边，好，就滑，随便滑下去，随便滑，我跟着你。运输小缆车，对啊，很短，这个也算一点啊。如果你买点数券的话，对啊，还想你还考虑耶？没有考虑，你当时不是有考虑？后来发现点数它其实有算贵一点点，当然都没有小动物，没看到，我在那边。然后看有没有，他就吓跑了。你因为早就，因为我们不是第一班，上一次会看到是因为我们是第一班。嗯。就是第一个坐在缆车上的。嗯。嗯，这里为什么有一条路？怎么会有个这条路啊？嗯。是车子还是人的？当然，这有压过，当然是给人的、啊。所以三只神有一条路往这边，还是大亚猛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往过过来看。好，往对面直冲，来去 family， 就坐左边前面这个缆车，对啊。我们就先上四小屋了，趁着有太阳，先上这边的山看风景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没吧，要早赚钱。哎呦，根本就过不去，是要拿下来用走的还是？可以用走的，大概是这样。
到站门口。就是有人来上课哎、欸，你还说有会有人来，真的有人来上课？没有，这是报名参加那什么班的人吧，不是学校来的。学校来的话就是。但其实我们不是要滑下来，我们是要更上面。对啊，我们一下去之后，往左后方推，小推一下。不知道他们怎么？你确定？你有没有看过缆车怎么开啊？昨天是全开了，后轮后开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开。我一招就知道了。这应该也是动物吧？哪里？下面这个。哦，你是说它有二指啊？你是觉得它有二指？哎、欸，走哪去了？两只脚趾。觉得就是要坐公车啊，然后去不知道多少，不知道啊，就避免坐公车啊。我们这边逛得完吗？而且我们今天又这么早，虽然中间拍了拍照。
再次站点上。只怕下巴冷。借我看一下，我应该是把帽子拉、衣服拉高，然后下巴缩在里面。我应该是不会在背包里。不会，我不会有在背包里啊，因为昨天觉得完全不冷，觉得用不到，但还是带着。都是风大的时候才会用到。这里的树开就漂亮了，就是那种细细的也会有白白的。我觉得左边比较漂亮。他有做出这个波动，接下来就没有。往右靠。真的吗？上不去啊，上不去。比之前好很多了。好的。Thank you.
累累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那边还有突突的地方。
快移动走了，应该不是就是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吃东西在哪里？吃东西在中间就会知道。那我现在还饱饱的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本来说猫吃够的话，好了好了，就去吃吧。接着中午才来四小屋嘛。那今天原来是说要去山贼烧，所以那就去山贼烧吧。很炸吗？不知道。而且我们也可以不用坐缆车上去吃山贼烧，我们可以吃下面的。不要啊，就有特别的啊，而且没坐过那个新缆车，它是鞋子拖的上去啊。缆车不就是要？在左方后面，山上。在左方那条那棵山好尖呐、哦！好尖。注意到了好尖呐、哦！我记得我们滑雪。下巴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拉到，我没有拉到顶吗？有吧？我拉链拉到顶了。他这件的是吗？没有绿紫色那件高。应该吧。我之前在那边拍摄。拍到大的云海，幸好有通过。我也只会点，你那边拍的更照。一手。这个要缓。但是就是有人啊。哦、你借过一下，下去一点不就好了吗？不然鞋子脱下来，我觉得我要脱板了。为了要拍照，一定要认真一点。不要，我们板子会挡在路中间，那你们就站这。我们过不了。太亮啊！
不会啊。我顺便遥控收破就要拍几张好了，这样不是也很好？嗯，很漂亮，好收。收破就是广角，你的话你拍广角就好了。我拍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还甚至觉得我的广角不够广。只有你的广角怎么不够广？不够广。那就这一块就好了。我想拍环境，但是等没有人。那我去站在那个人前面。そうですね。で、25日ぐらいに入ってくれば、もう一回その剥がしたところに組めばいいんで。それでは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、155ナンバー13はそのままバックコードに入れておいてくださいよ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然后上台。这个拍你这样，这样没看到什么？这样够环了吧？我应该，因为他挡在那边，我就一直会拍到他，所以我就说我去站着，反正他在讲电话，就是站在他前面。来，换拍你这边当背景。离水板有一点，有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啊，太后面了。一的也要，绑脚的也要。看起来脚很短，就是。绑脚。对啊。那不要。一的。一的就半身。半身就半身。全身也有。半身也有。好，先看一下。嗨。看得出是云海吗？对。是啊，只是脸很黑。对啊，要滑到那里有太阳的地方，脸才会黑。那我帮你。等一下要滑去那附近拍那个山峰顶。半身都可以啊，帮你把脸调亮一点呢。不用了，不用。等一下滑去有太阳照的地方就好，这里随便滑。一二三，全景，全景。一二三，你挡住景色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你看看满意吗？要直的吗？啊，我们都很黑，走吧。好了吗？对啊，我们都很黑。满意了吗？你看下面有太阳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到刚过刚到那个刚到被太阳晒到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先去那边。现在没有人。突然都没有人。我先滑去那个点看看，怎么突然人上来那么多？刚那个地方，应该说大家都挤在这里拍了。看，看我的口罩就是粉红色的。哦，这样子。这里发
好，拖鞋子吗？拖鞋。你上得来吗？什么意思？站在这个，拿这副去拍。拖鞋子、啊。你要拖不拖都可以。先把相机给我。那边有人哦，这人很大哦，要不要？你站好，你要这位。可以，这样，可以，可以吗？手不要挡到啊！刚好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好，好了，好，再来啊！多拍几张，后面有哈、哦，有了，有，还要，你要一只脚吗？我起不来，会起不来。看一下，可以，啊啊，好，算了。看一下。好，这是直的嘛？那我帮你来去。啊，我有拍直的。都我说就直的啊，你就拍直的啊。哦，你没有转过镜头，我不知道有什么转镜头，你就横的很漂亮。嗯，我觉得横的也可以再拍。那啊，我已经换、哦、我先帮你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拍横的、啊？横的明明就很漂亮。我觉得好，看我，一、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有没有变动作啊？换动作，听到声音就是。一二，你挡住三了，你手那样举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横的不要动。一二三，每次板都拍不起，爱举脚就拍不起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那我要横的。你看一下，不满意再帮你重拍。你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先查一下，我不用，应该 OK 吧？我乱拍的。你看，我先换位置。好像我拍一拍你就比较小。因为站比较远，就比较小。不是，是因为你脚都要这样开开，然后你又会想要板进去的话，我放不下。我应该有拍到什么了？哎，那是因为其实横的好像也还好。拍一遍这个，再拍一遍这个。快点，有人来了！哦，快点啦，有人来了，两个。好，来，来，行。你不用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我就不要有人在后面。就没人了啊！你要关心的是，不用两倍的话。来这边，这可以拍人像吗？这拍人像会怎样？他应该侦测不到你。侦测不到，请放在 2.5 公尺内。是啊，他抓不到啊，抓不到了，没有脸孔特征，他哪抓得到？哦，好了，看一下吧。只有广角才拍得到横向，所以我左边也拍一点，右边也拍一点，不，没有我们眼睛想象中那么广。嗯，如何？只是我觉得你又拍到缆车，所以我有等缆车啊。不要缆车啊。对啊，我后来等缆车走了、啊。嗯，我有等啊。好了哈。我刚刚到底有没有拍风景啊？纯风景啊？那就拍一下。对啊。因为缆车上的人说话，我就以为有人在旁边。没有，是上面。我知道。啊，走哪边？直走。不是，左边是要去东莞山的。也可以走这里，这边，边走我就跟就走。
对。哪有？就现在就闹过了。直播好吃，这边还要往上出，累哦。我平常之前都滑出去，累哦。比较有速度，我之前都滑出去。好，这就是明天的午餐啊。好，那明天上午就是奥智赫之旅。奥智赫有好玩吗？奥智赫之前是十一专门的，我只知道这件事，其他不知道。最后是会滑很久、哦、啊，这滑个几下觉得没什么事的话，就一路撸过来，也可以来 family 乱滑一阵， family 滑一滑之后再上来四小屋吃午饭。嗯，对啊，嗯，像今天其实就没滑到 family 啊。嗯，回家会滑吧，下去那一趟就只是下一下，之前很害怕，但是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可以 family 就是从上滑到下，随便滑，那么宽，那么宽都不用担心，一路横着滑到底。
间到底是什么沙山？有名字吗？每一个都要有名字，很难的。这么多。这边就叫沙尔山，这边就叫东莞山。西莞山，东莞山。就是要吃午饭了吧，到了就是站一层去滑下，到了先喝一口水，接着去站一层滑下。错啊！我哪里错啊？我哪里错、啊？所以我在问你，在讲什么？我觉得你要看得见路，对我来说就是好一点。二四五的路都看不太见。所以我们去那个 Hilton 那边叫什么？ Village。小屋山顶看云海，超漂亮。呜呜呜呜！我想滑看一下左边，可以吗？我是说这边这样也很漂亮、啊、再拍一下。我说你要这个当背景吗？等一下这些路随便。我是说这边你看比较近再拍一下。这边就是东莞山顶那里。哪里？那个小屋子、啊、哦，好好冰哦，我刚才滑下来我手超冰，我快冻僵了。来，然后你要自己转你的方向吧。背景这样刚好，人要再
转，再转，三步，再转，好，站稳，放开一点，放出去，好，可以了，这样啊？好，蓝蓝的天跟树已经拍好了。好，你要不要？明天看看，天很蓝，然后三四棵树，然后人在那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啊。那就换我。只是换我要转不过来。过来一点。好，一二三 ，pose， pose， 不会，还好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是这样。要不要旁边的风景？好，都可以啊。那我刚刚没帮你拍，没关系。那我半身好了，越野拍不拍到？对啊。一二三。人有好看吗？看一下，一堆人啊！但是你看看那一堆人变成什么了？超多人的啊！对啊，你就看。哇，又看不到了。看不到。又已经缩起来了。哦、有按到吗？我按到吗？我知道，我拿到的时候已经缩起来了。哦，那就是。就一堆人啊，不好看啊。好，没关系啊，那走吧。我觉得不好看 啊，就一堆人啊，也不是很小啊。但是就一排啊，超多的。对啊，一整排。不好看。但是那一条平线、啊。我要白色的。哦。我要母西罗，我不对不对，马西罗，母西罗是母西罗，你知道母西罗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简直就是我们说第二人生啊，母西罗。不知道。就是简就是。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什么什么。三角毛刮了一道，他又在练他的鹤嘴滑，刮了一道哎、欸，这一道很深啊。那我先走。
继续啊，你要拉我吗？这里好像有一点坡度。有啊，有力道啊。那就不用啊。我是连推都没有推啊，我走远了，还不拉。啊，没关系。